性吃它可改善漏尿和夜尿的问题。女性漏尿、频尿、夜尿的问题，可以透过吃什么东西的萃取物来改善？答案是 A， 南瓜子。葵花籽有什么好处啊？葵花籽啊，它其实有一些 omega 3的脂肪酸，那对泌尿系统没帮助。目前对泌尿系统比较帮助，通常是南瓜籽跟茄红素。你的答案得到了，你的答案得到了别的女人的肯定。专家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